开小，买小开大，那几粒骰子就这么跟老子过不去了。妈！你出手太重了，把整栋屋子拆了，不怕找不出来？笑什么？哼，笑你胡说八道。这里是县城，上有官府，下有百姓，哪能容得你乱来？好好的事，全叫你弄糟了。笑话！你在这里几年，什么也找不到，还不是靠我？干什么？我是大师兄，你是老二，就算做错了，也轮不到你来管我。事情不是你一个人在做，别忘了还有老三。老三？哼，那个蝎子。元老夫子越老越糊涂了，吩咐他有紧急公事要办，到这个时候还不来画谋，见了上官干瞪眼，这什么规矩？老爷，不好了，元老夫子一家大小全死了。快快，元老夫子一家11口死于非命，等着马上查案。何野心呢？八神在酒馆里，快找他回来。是。不，别回衙门来，直接到元老夫子家去。孔子学了一身本领，一点也不敢露眼，藏头缩尾，比乌龟都不如。谁叫我们是武都门的弟子？哎！看什么？没见过练气功的好汉？出了大案子了。嗯，元老夫子一家11口死于非命，快去呀。元老夫子啊？元老夫子是谁？你在这里等我，我一有空就来。嗯，这位是？是一位江湖朋友。
袁老夫子一家都让给杀了。是啊，是啊，袁老夫子家又不是什么财主，哎呀，这是奇怪呀，怎么回事呢？这是。在我这儿，这小狡猾的，你想找死啊你！哎，万八，平时看你一见了骰子比什么都起劲儿，今天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还不是一样，什么事也没有。何大爷，何大爷，我有话要对你说。我有事，我有要紧话。天大的有紧话也等一会儿再说。你信不信我见过杀袁老夫子一家十一口的那个凶手？你少做梦了，要是见到了你还能活着？那凶手没见到我。那袁老夫子是穷读书人，怎么有人要害他全家？听说不但杀人，家里的一切叫人翻了个遍，倒像是家里藏了什么奇珍异宝一样。珍宝？哎呀，干嘛呢？嘿，咽得难失一口，头骨碎裂，双足齐膝断折，肋骨八根、十根、十二根，究竟断了多少根肋骨？回大老爷，所有肋骨一起断折。好端端的出了这样一件大案，要是破不了案，我这一县之长也别再做了。卑职一定尽力破案。作案的这样心狠手辣，多半是外地来的，已经吩咐眼线留意这几天到县城来的生面人。侯远新，你不在班房随时听传，到哪儿去了？回大老爷，卑职正在查案。你有什么发现？又咽得铜尸一口，颈骨断折。哎，过去看看。哎，看看有什么关系呢？走，我们就帮他看看吧。走，谁敢喧哗，打五十大板。大老爷有令，谁敢喧哗，打五十大板。哎，不让看你们拉的，去了。走走走。袁家全家被杀一案，要日夜不停追查，限期十天破案，过期一天打十板，过期两天打二十板，退堂。把头，这件案没头没脑，一年半载也不定破得了案。我们干捕快的，一旦过了期，哎，那有什么办法？要挨板子，我也逃不过。是别吵了，我已经有了点眉毛了。啊，都没什么眉毛啊。不是我小看各位，这件案子啊你们办不了，我还得另外请人商量。马头，给你告一天假。这个时候告假？哎，我可不是告假喝酒去，是去查案。
真想到老师叔会成了衙门里的老夫子，难怪三年来我一点眉目都没有。谁下的毒手？头骨碎裂，筋骨根根断折，是百足千手功，内脏碎裂，全身欲红，七孔流血，是灵蛇骨。大师兄和二师兄，师父早就有清理门户之意，再公再私，我都要将凶手找出来。放心，我一定。哎呦我，哎呦我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放开我！哎呦我，哎呦，你放开我！哎呦我，哎，哎呦，哎，没戴面具。你躲在门外干什么？我有要事要见何大爷。哎呦我，你练的是什么功啊？这一撞比撞在石头上还疼。哦，呵呵，这是别乱说。有人说见我在袁家的杀人凶手。谁？你？不是我，是小鬼万发。好，可以说了。老天叫我说什么？白天你就想告诉我是不是凶手是谁？说出来，上头没有悬赏，十两银子我拿出来给你。我的何大爷，何不早说，这么凶干什么？凶手是一个大胡子，我见过他在洪大少爷家里出入。洪文通啊，我说了出来会不会？你放心，你在监狱里住几天。啊，洪文通我见过几次，他是百足千手还是临时郎君，现在谁也不知道，他是地方上的附身，我也不能乱来，只有等凶手离开他宅子时下手。凶手又是谁？是百足千手，是灵蛇，是蝎子？不管是谁，像衙门那般人绝不是对手。我要对付洪文通，你到时候要帮我捉拿凶手。好。啊，洪文通，何大哥，你又没弄错，洪大少爷和县太爷是好朋友，听说和省里的大官都有交情。事情难办就在这里，我们只能在外面等，等那个凶手出来。我先进去稳住洪文通，你们下手。凭你们一定抓不住那个凶手，我已经安排好了一个人到时候帮忙。什么人？是我新结交的一位朋友，武功极高。干嘛？我也出过力，跟着看看热闹行不行？那你在这儿等着好了。哎，到时候躲远点啊。知道了。是什么风把何大爷吹来了？怕是一阵毒风，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毒风，是百足的毒呢，还是蛇毒，或者是蝎子的毒。何大爷打的是什么哑谜，我可一点也不明白。
你明白也好，不明白也好，反正事情快水落石出了。来了，朋友，事情犯了。哎呀！犯了什么事？袁家十一口老幼就是你杀的。我现在叫李豪，你本来的名字叫什么？豪，蛤蟆老五。既然知道是我，就得拿出真功夫来，抓把刀，装模作样是办不了事的。原来是百足千手大师兄。多谢帮忙，请到县衙一行。不必了。胡共大师兄和蛤蟆五师兄都出现了，就不知道其余三位。快抓到了。凶手抓到了，大懒一定立即升堂，洪大少爷可要去看看。有什么好看？本来没有什么好看，不过凶手要是供出共犯来就好看得很了。何远新，小人在，有什么吩咐？跪下！大胆狂徒，还不从实招来！我没犯事，招什么？传万发！传万发！
晚发，袁家凶案事发当晚，你是否见过这个人？是他。凶徒还敢狡辩？永兴，加棍伺候。是。汤山魁，你迟早要招，何苦熬刑？啊，招我何必招？我熬刑也不够熬这一趟。水汤，大人，何云心，大胆！老三，老五来了，不是他出手，老大不会就捕。你准备把事情做在老五身上？不除掉老五，你也不能安枕。老五练的是蛤蟆功，要除他并不容。明枪易躲，暗箭难反，全交你安排了。老师叔手上好像并没有什么珍藏，传言实物也是有的。我们白花了几年的功夫，有什么不好？在这小县城，我们就像皇帝一样。禀告少爷，什么事？王大老爷来了。这么快？请。是。请。大老爷来未曾远迎，真是罪过，请坐。请。袁家一案凶手抓到了。我知道。这是5000两银子的银票。这件案件太大，我也做不了主。别担心，丢不了官。抓不到凶手怎么会不丢官呢？可以找人顶凶啊。你放心，这顶凶的人一样是江湖上有名的好汉，并不是随便拉个人来充数。我这个县官就像是你在当一样。千里求官只为财，大家逢场做做戏，谁当不一样？还有一件事，你得把何远新支开去。这个我知道，这些事你叫灵光办就行了。大老爷，叫小的来有什么吩咐？见过洪大公子。是。洪少爷，有点事要你办，你听洪大少爷吩咐就是了。是是。洪少爷，嗯，真是放我走啊！我有点事儿要对万发说，又不想别人听，叫人不听啊。法子很多，嘿嘿，最有用的还是这个法子。对，最有用，你慢慢谈。
万发，你是案子的主要证人，只有你一个人见过凶手。那凶手的模样，我说过了，也已经抓到了。好像有点不对，你再说说看。是一个凶神恶煞一样的大胡子吗？不对，是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，身子很壮，面白无须。不对，是个大胡子。你再说一次，那凶徒什么模样？是个大胡子。不不不，是个20来岁的小伙子。嗯，还有呢？身体很壮，面白无须。嗯，这一次说得很清楚，是不是到了公堂一样说得清楚？我明白了，到公堂上我也说得清楚。窗后演戏。参见大人。大人，有一封要紧公文要送省城，你这就去，快去快回。大人，这不是卑职分内之事，你敢不听差遣？大人，汤山奎要小心收押，卑职知道他还有同党。好了，别说了，这封公文十分紧要，所以一定要你赶快送去。是，卑职此去日夜赶路，一定尽快回来。大人，还不快去。是。传马腾、林光和当值的捕快进来。是。传马腾、林光、当值捕快。真凶逍遥法外，你们为了推搪责任，乱抓人来当凶手，混账！大人，万发的口供，万发的口供怎么靠得住？他全翻供了，供出真凶是个20来岁的小伙子，身体强壮，面白无须。真凶就在城南的酒馆里面，还不去抓来？要是给走了，小心你们的狗腿！人到哪儿去了？码头呢？办案子去了。何大哥，码头没通知你啊？真见了鬼，大老爷忽然让我送公文到省里去，我正想跟码头交代一声。哎，他们办什么案子去了？还不是袁老夫子的案子。汤山奎已经抓到了，难道说是万发忽然翻了供，说真凶不是汤山奎，是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，身体很壮，白面无须，经常在城南的酒馆喝酒。哦，码头带了全班的兄弟抓他去了。你说什么？哎，码头，码头，码头，码那个凶犯招了没有？还没有，只不过，嘿，干什么？你好，你要拒捕？哼，笑话，我犯了什么案子？你好，万发的口供，袁老夫子那件案有你的份儿。放你妈的屁！大爷没空和你们开玩笑。何远新，他是堂上要拿的凶犯，你干什么？我担保他和袁家一案无关，汤山奎是他帮我们捉住的。你怎么这么糊涂？有关无关要等堂上来决定，岂是你一句话就能下了断语的？
你不让我把他带走，这是什么罪名？远心，你要想清楚了。既然李兄对这件案绝无关联，上一上堂就可以没事，也不会为难他。叫我去和汤山魁万发对质，我可不干。你把经过情形说清楚了，大老爷才能定汤山魁的罪。现在只凭万发在信口胡说，你不去怎么行啊？这话倒也是。不，何大哥，宫门里的肮脏事我没领教过，也听说过。兄弟，我们总是朋友，你这是什么话？你只管去，包你没事儿。过完堂，我们还是在这儿见面。你等我回来。好，冲着你，我去走一遭。行，请。真不巧，大老爷忽然交接一封十万火急的文书，要我到省里去，也要多照顾李豪一点，他在江湖上闯惯了，不懂得衙门的规矩。你只管放心，快走吧，别误了大事，那是充军的罪名。是我帮忙拿住汤山魁的，他就是袁家一案的真凶。你可是在袁家现场拿住汤山魁的？那倒不是，不过不是有人看见汤山魁从袁家出来的吗？晚发，小人在。晚发，你老实说，你到底看见是什么人从袁家出来？大人，是他。小贼，你敢胡说啊？大人，你竟敢咆哮公堂！晚发，你只管说，有本县替你做主。就是他。哼！小贼，你是受了谁的指使？反了，反了，还不替我拿下！你好，公堂之上岂容你乱来？屁！做好了的圈套让我来钻，我也不傻瓜。大人，请先用好言稳住他，受了奸我另有办法。住手！李豪，本县看你是一条汉子，也不来追究你咆哮公堂之罪。我只问你，你说万发看见汤山魁从袁家出来，可是万发亲自告诉你的？哼，这还像话？万发是自己亲口向县衙门捕头何远新招认的。嗯，那就不难明白，何远新进省公干几天就可以回来，把一干人犯先行收监，等何远新回来再审。是。李兄，忍耐几天，远新一回来就可水落石出，你这样闹岂不连累了他？好吧，就听你一次。退堂。禀大人，这凶徒是五毒门中人，练的是蛤蟆气功。练这种邪门气功的人，身上必有一处要害，称为罩门。大人可连夜赶至万真一，定可令他招供。哦，什么叫万真一？这就是万真一，共有9900枚尖针，人畜其中，通体皆被针刺，不论罩门在何处，必被刺破。罩门一破，万针进入肉中。哦，这种酷刑于律例。大人，你是想要凶徒，还是讲律例？好，就连夜赶至应用。打开。嗯，在里边。
李兄，委屈你了，这点酒菜不成敬意，请随意用吧。嗯，马头可真够朋友。好说，远心跟我是好弟兄，他的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。看起来身在宫门还是不能让朋友相信。李兄，我先干一杯为敬。哎，码头，别介意，这叫防人之心不可无，李兄请用，恕我不便在这里陪你。哼，请便。这位李爷是条好汉，你们可得好好的服侍啊。是，官上。是。万真一在连夜赶制，明天上堂就能用了。哦，就是一件，这凶徒一身功夫，等闲进不了身，在他气功未破之前，镣铐之类也毫无用处。那怎么能叫他穿上万真一呢？我倒有个主意。哦，大人，我看您倒不如。头吩咐送来的，不好意思吧，李爷，您就别客气了，请快点用吧。虽说是码头吩咐的，我们身上也担着关系呢。真一可破气功，是谁想出来好狠毒的法子，只可惜我身上没有罩门，白费了心机。哦，是灵蛇郎君的二师兄，这万真一是你的主意吧。姑娘，我的罩门在头上，不过你是找不出的。
现在老三爷在这大堂上，是谁？是谁？现在可找到你的罩门了。把他上万真一，叫他招供。你化供就放你。犯人昏过去了，把他上最重的镣铐收进。回答。大宋律例，无供不能定罪，这怎么办？大人放心，李豪公堂造反是有目共睹的，单是这一条就是斩立决的死罪。总不能撇开袁家的一案不问，就问他这条。我看还得再用刑，他的气功已破，不能再熬刑了。你的万真一已经用过了，还用什么刑？难道用红背兜？就是用红背兜。同时招来革面受苦，狗官，我不供，你也不能老留我在县里选。李浩，你要放明白点。我太明白了。何远新，快回来了吧。传证人万发带汤山魁。是。万发，你自称见到凶手可是真的？
是是是，凶手二十来岁，身体强壮，面白无须。嗯，可在堂上？是他，就是他。那么他呢？没见过，我这一辈子没见过有胡子的人呢。汤山奎无罪释放，李豪证据确凿，收入死囚牢后斩决，叫凶手画供。你可以走了，以后要随传随到。小兄，你罩门已破，还发得出什么凶？你应该感谢我，我来免你人头落地，给你保一个全尸。哼哼。吊起来，明天一早抱上去，就说犯人畏罪自尽。嘿，好好，嗯，军舰，
全办妥了，嘿嘿，办妥了。红叶，您怎么知道的？你猜我是怎么知道的？当然，当然，你们全是自己人。哎，不不，我们全是自己人，可不是嘛，全是自己人。哼，听说你们捕快有很多杀人不见伤痕的方法，这叫刺脑针，一针直贯脑门，外边全看不出来。万发已先去等你，他是用勾喉签从嘴里伸下去，割破喉咙，你看比你们那些法子如何？全办妥了。哼，妈的，大堂上夹棍的滋味可真不好受啊。嗯，白吃了苦，老师叔的藏宝也没到手，真不划算。事情只怕还没有完。嗯，该死的全死了，怎么还没完呢？蛤蟆老五在这里，蝎子老三是我们一边的，不去说他。壁虎老四一定也在，可是一直没有现身。可别问我，我和蝎子老三见了不少次，可是他白天究竟干什么我也不知道。壁虎老四，哼，说不定早死了。我总觉得事情还没有完。老三白天是干什么的你可知道？谁知道，或许就是堂上叫你吃夹棍的大老爷。卑职回来了。嗯，下去吧。大人，汤山魁招了没有？关紧什么事？下去。是。远心，你回来了。回去歇两天吧。远心，你怎么了？袁老父子那案是怎么了的？远心，这个案已经结束了。结束了？他们告诉我，汤山魁无罪释放，把李豪当作凶手，这样就算结束了吗？你们说，算不算结束了？远心，那李豪自己招了供，说他是五毒门的。你该听说五毒门一向是无恶不作的。你又去哪儿？去看李豪。李豪畏罪自尽了。你和李豪不过是新相识，何苦为他多事？难道你认识他很久了？就算我才认识他，凡事也该讲理。万发明明看到汤山魁，万发改了口供。万发呢？暴毙了。干得真干净。你去了几天，发生了很多事。林光也死了，也是暴毙的，全是叫人杀的。仵作验得很清楚，通体没有伤痕，用的银子有伤痕变成没伤痕。远心，我们全是干惯害人事的，只有你一个人最清白。
万发的尸体刚埋下去不久，你不信可以去亲自开棺验。别多事了，我老家有信来，说是家里老娘重病，不久就要告辞了。这班头我准备向大人推荐，由你来当。何苦为点小事坏了自己的前程？哼，小事，小事，小事！哼，何爷，哎，何爷，何爷，何爷，啊，何爷，全给我滚下去！啊，我说全都给我滚下去！走，何大爷，我是身不由主，这100两银票我没敢动。谁派的？林光。李豪是怎么死的？黄土纸加水闷死的。放屁！李豪一身武功，这种土法的怎么能够闷死他？公堂动了酷刑，破了他的功夫，刑具是连夜赶制的，连我也没有听过叫万真一。县太爷怎么知道万真一能破蛤蟆气功？听说是洪文通献的计，林光来的时候老捕快也在，当晚我们喝得烂醉，老捕快上吊死了。老捕快常说身在宫门不能除暴安良，反成了除良安暴。何大爷，我看了尸单，林光和万发全是暴毙，通身全无伤痕。没有伤痕事实，但死因我却知道。怎么死的？万发是被钩喉签割破喉管而死，林光是被刺脑针直刺脑门而死的。何大爷，这两句话要是传出去，我可死无葬身之地啊。这个你们拿去把它给分了，立刻远走高飞，能走多远就走多远。谢谢何大爷。一只壁虎怎么敌得过蝎子、毒蛇和百足？五毒扬名，天下皆惊。上去再说。你是？参见四师哥，我叫杨德，是师父的关门弟子。师父临死之前有遗命，四师哥请借一步说话。就在这里说。
你先说明白，你怎么会知道有蝎子、毒蛇、百足，又知道我是五师兄抓住百足的时候我就在旁边。这几天我成日跟衙门里的捕快、差役赌钱鬼混，听说那天在大堂上他叫洪文通灵蛇郎君，还有五师兄的蛤蟆功其实不是万真一破的，是中了蝎尾镖。那么蝎子在了，除了蛇、蝎、百足，剩下的就是壁虎。再说你要不是四师兄对五师兄的事，为什么要拼命的去查呢？师父的遗命是叫我何远心回来几天了，他没有生事就不会是壁虎老四。今天疑心这个，明天又疑心那个，我看你都是白费精神，事情都已经了结了还老是嘀嘀咕咕的，我看你跟老三都快成老太婆了。哼，老大真是草包，只怕事情要坏在他身上。你是想连老大爷？他到底是我们的大师兄啊。师兄又怎么样？老五难道不是同门师弟？你究竟是谁？也许我不知道，也许我已经知道，不过我不会问。我问你，我们杀人尽做些伤天害理的事要到什么时候为止？先是老五，然后是老大，下来是不是该轮到我？哦，也许是要先找到壁虎老四。这用不着你费心。你是找到了还是已经跟他联了手？所以用不着老大，用不着我了。哼，你要这样猜疑我也没有话说。我好好一个世家子弟，家中富有，本来不在乎老师书的什么珍藏，只为了贪学武功误进了无毒门，就一直受你辖制，坏事越做越多，人杀了一个又一个，直到老五惨死，我才忽然发觉我怎么会变得这么狠毒。可是我为了灭口还得杀下去，再杀万发，再杀灵光。你刚才问我到什么时候为止，我现在可以告诉你，坏事一开始做就必须继续做下去，不能终止，永远不能终止。这是四师哥平日练功的地方。你是师父关山门的徒弟，想必五毒功你都练过。练是都练过，师父说就因为这样功力都不够，他还说我学的武功和五个师哥相对敌都不是对手，不过和任何一人相配合就可以破别的五毒功。嗯，我明白了，现在麻烦的就是不知道蝎子是谁，敌暗我明。四师哥还找不到任何线索？没有，蝎子当然就在县里，老师叔保管的宝藏也可能到了蝎子的手。宝藏不在老师叔家里，可能是有一幅地图只是宝藏的所在，蝎子得到了一定会去取宝。就算蝎子要离开这里去取宝，县里那么多人，多一个少一个又怎么能查出来呢？说的是，先别想了，我们开始练功吧。嗯，师父说大师兄常在出手迅捷，所以号称百足千手，我要是跟四师兄合手对了，应该由四师兄自上而下进击，我攻他的下盘，上下加工方可奏效。
上。下。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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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师父又说，二师兄灵蛇常在灵动多变，右为蛇头，左为蛇尾，鸡首则尾硬，鸡尾则首硬，应该由四师兄与我左右加工，使其首尾不能相应，才能取胜。右左师父说，三师兄远心，我已经等你好几天了，知道你一定会来。你想阻止我？你的脾气我还有不知道的，我是来助你一臂之力啊。马头，你就要回乡了，何苦来趟这趟浑水？你当我是朋友，就不要说这种话。马头，不是我小看你，等一会儿我们动起手来，只怕你插不进手去。就算你们动手，我插不上手，在一旁替你掠阵，对付洪家的家丁护院，这总可以吧？哎，马猴，你换了衣服？我已经辞了差事。对，我也不会再干了。想不到来了三位。汤山魁呢？我就在这里。汤山魁，你这五毒门的百足千手。洪文通，你这个灵蛇郎君还要装下去吗？知道了。
旁观，我身在宫门，不管私斗，你是谁可瞒不过我。县委镖，你在大堂上发镖破老五七功的时候，你真想不到。我也直到最近才想到。你知道了，你想利用我杀老大老二？那还用说，这样说来，老师叔的藏宝已经早到了你手里。你猜呢？百足千手，你放明白点，和我还要商量，和他们你只有判生死。走。哼，这是我们的小师弟，他是奉了师命来清理门户的。结果这两个人藏宝，我给你评分。啊！
那个知县狗官也有犯害五十哥，天下乌鸦一般黑，杀了这个狗官，再来的还不是一样，又哪里杀得了那么许多？我们还是去完成师父的遗志，企图保藏，广做好事，希望能清洗五毒门的污名。没有五毒门了。你说的是？